你是白目小姐嘛？算了，我们算，你这白目，这嘛是差对。阿爸呢？咱的比赛，所有人爱甲伊杯，几处另外。爸，这是我的遗产分配，你比郑燕加二十亿，所以开始咧考虑啊，这遗产我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分配？爸，这为什么意思？敢讲伊要甲我的财产换给静茹？ 这是都是去白衣，刚是张家的桑我来，是你的私心，桑你来，对不对？我要被看坏的妈咪，你还要离去？你要尊重我。事情无如传说过，我要赶紧去拿妈咪。那呢，我今嘛带你去单人房，来，对我来。歹势啊，等我你一路啊。咱若要耍过去，伫个杯仔落去之前，我会冲过去，杯仔搁杀过去。好啊，算了，算了，惊你啊，就害。 那我可能啊，你哪会弄这么紧？我要给你接受上好的治疗，这是我对你上好的爱。我哪会叫我被你伤害到？你就是想把我拐进家，你是不是想直接逃跑现在？我不会自立，我不会自立。阿敏，你不要放开，你不要放开，阿敏，阿敏。 绝望凑合数，啊！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是你把我的开包也看在眼里，对不对？常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，我才没有。哎，你们好。 是的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么第一次见到你，真希望。身高、体重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。没有想到你的来信来这么重，到底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 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 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。 看出去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阿翔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